大家好，现在家里又没青菜吃了，我去摘点那个野芹菜来吃。那个野芹菜很好吃的，就在前面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家荒废的池塘，以前放了鱼都漏水的这个池塘，放了水都不知道怎么无缘无故就被漏走了，所以我就没要了。啊，让它放在这里，放点野草，下次我买点野的，那就草全部吃光，不用人工去割。哇，两个野鸡哦，不知道谁家的那么肥的野鸡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野芹菜，一大片都是。现在这种野菜很少能吃了，也不是啊，可能是年轻人都到外面了，老人家还不怎么喜欢吃这个。刚好我们喜欢吃，摘一点不甜，摘肯定摘不完的，这么大片。摘这个野芹菜的话，要摘这个嫩的，这个颤出来的，因为这个大的是它的那个什么，就像怎么说呢？这个就像那个什么，他老爸一样啊，专。我们摘的话就摘它那个小的嫩的。就是它这个颤出来的，颤出来一点点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很嫩的这个。你看，我们就摘这个，这个像藤子一样颤出来的这个。哎，这里一个红线。那么孤单一个人在这里，肯定是找他老婆或者找他老公。这个是母的哦，应该找他老公。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母的，把它放回去好了。哇，就一只，下次我们凑够一锅了，一只不好搞，打汤也不是啊，红烧也不是，把你放着。现在拔了两捆，够了，今天吃一餐，明天吃一餐。我们现在回去。这是我们摘回来野芹菜，我们用那开水把它煮一下，我们再来切。我们这个水开开了。先把这个放下去，烫一下。这个太硬了，等一下我烫熟它就软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到外面晒个饺子。现在煮好了，我把这个是冷水啊，放在这里。这个先把它摆整齐，然后一刀切，刚好一刀就全断了。哇，这个菜还可以，它比我吃的。我煮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都不煮生，不煮生就不要了。还可以。我煮，每个人给你吃。来。我在煮，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。晒一朵好了。老公，你要不要？我给你吃。我轮到他的不吃。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到这里了。搞了饭了，肚子饿了。